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今天呢介绍这个《浪猫 Stray》这款游戏。走。好可爱。有什么？看一下。不晓得这款游戏有没有连线。哦，要起来。
快点喝水。连续跳跃，哦。叫他还会转头回来。哇，好酷哦！好，进行。跟他走啊。断掉了。啊，受伤了。垃圾袋会动，哦，你可以推了。嘿，这个蛮好玩的，嘿嘿嘿，哈哈哈。哦，这什么地方？哎，是老鼠是不是？
摄影机在看我。啊，机器人啊！这个会不会被卷爆啊？这个，不要闹了，可以爬墙是不是啊？装水，要装水，看看。这样子过来了，我以为会被打到，吓死我了。哦，就这样子啊，卡住了啦。对啊。猫咪最喜欢这样玩，好吗？过去啊！哦，要跳。OK。哎呦，还有这个防止小宠物跑在上面的冷气机哦。打破。
是什么？哦，猫抓板。我以前猫咪也喜欢这样玩。抓抓抓抓抓！好，可以停了，可以停了。哎，这好玩。哦，升降梯，哈哈哈哈。哦，他还活着。哎呀！放开，放开！
叫声，它会有提示。走那个上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怎么上去啊？蛮容易的啦。喵喵不绝，哈哈，这是插座、哦。
需要帮助吗？这个要回损，要怎么打字啊？哈哈哈！哎，还冷呢，真假？我看到好多插座。哦，上面看到了。哦，还有招财猫。啊，坏掉了。B12。啊，跟他离开哦，不再孤单了哦。好，那么快，大兵上面。
电池快没电了。我要背这个什么东西？哦哦，变出来了是吗？哦，啊，缩进去了。我什么时候变这样走路啊？抬不起头来。电筒 ，nice。哇，暗。电子锁是多少？都没注意看。玩一下抓板好了，搞不好等下就想起来。
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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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3748啦。恢复记忆才3%而已。忘了吗？不要吃任何人。橙色霓虹等招牌的大型建筑物。
啦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啦。那这个 PS5 的版本哦，如果你有买 PS Plus 的话呢，在它这边可以免费游玩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下次见，拜拜。